最佳语言天赋奖颁给吴文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嫂子，嫂子，你要干啥子嘛？嫂子，算了嘛，他是村长，又是长辈。你咋了？说，我愿意伺候你，可我吃了太饱，蹲不下。台湾出生，苏州长大，北京学习，文琪还是非常厉害的。方言表达的这个价值是一个演员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嗯，你会几门？就是我家是大连的嘛，东北肯定说很多话带一些口音在里面。你说个方言我听听。菠萝盖卡秃噜皮儿了。你菠萝盖了卡秃噜皮儿了，哎，你得说点这种厉害的，就是我们都没听过那种口音重的那种。黑詹记江是就是寂寥逢系古宾的好好远。好，下一遍一个奖项。